暌违四年的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义工联谊活动，由义工们扮演舞龙舞狮，热闹开场，全场气氛瞬间被炒热。佛光山住持行宝和尚也以录影感谢义工。义工呢，也就是菩萨，那菩萨呢，在佛教里面讲就是觉有情啦，觉悟的有情众生，所以呢，大家呢发心在道场里面服务大众，可以说都是对佛法有所觉悟。现场义工们准备精彩节目表演，也有义工跟上流行跳着科目三，带领全场嗨到最高点，大家就像一家人，和乐融融。岁末就是一种感恩跟祝福嘛，那感谢大家这个长期的对极乐寺的一个付出，尤其一年过了一年，但是能够呢再有付极乐寺，是让人家很感动的。云水书车的道具也登上舞台，海鸥叔叔舞出天天好天，带来一种励志的气氛。最后由全体法师以佛光山之歌带动全场合音齐唱，祈愿义工们持续发心奉献，圆满自己，帮助他人。人间卫视基隆综合报道。